夏小姐，送给你。谢谢，夏小姐，您对唐家南先生昨晚高调宣布订婚有什么看法呢？我是祝福他们的。可是网上一直传您跟他的绯闻，你有什么说法吗？我跟唐先生呢，只是朋友，合作关系。您对他的未婚妻有什么了解吗？我们对他的身份很关注啊。之前在组里试见过一次，他是一名服装助理，好像同时还在一家餐厅里打工，看起来是很勤劳的。不过如果你再问什么具体情况，那我可能就不太清楚了。夏小姐，再多说几句吧。好了好了，那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各位。夏小姐，夏小姐，谢谢，走啊。报道出的也是够快的，我倒要看看他的下场。你看，这花边新闻写得太精彩了。现在这新闻速率也太高。